今天是2014年7月5号，新加坡爱心双手长生学协会初中级班第一天上课。你看，第一天上课，学员们互相调整，每一个学员的架势就做得非常好了。很认真的在做练习。你看，每一个区块有辅导的义工在指挥一些同学，姿势怎么做才会比较正确。